那个在松茸，我只是把不上来，我就拿来翻上去晒，晒好了是倒茶去，因为就晓得放好多。这个是明天的，晒好了，讲明天早上就不用晒了。早上很冷的，我也不敢出去，<笑>我今晚上就把它晒好。 说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是喂鸭子的，不是。哎呀，只有蛋，没别的。哎，我烧火的时候，其他的刀我都好。 这个灯子，这个人啊，也是不是好事哦。这个就够高了。哎，光着这边，点个灯笼扫玉米，这个是。<笑>人家就说，点个灯笼扫女婿，我就点个灯笼扫玉米。 我这边就是打粉的，这边是捣鼓。我说，其实我很害怕用这个，因为咋个说啊，一个女人机器就不是我们玩的。<笑>我稍微跟上去了。 你赔了我啊！哎呀，快点看，你赔你赔了我，你是打赌过了，你现在才说，哪个的小狗狗？啊，哪个的是小狗狗？你说哪个去弄回来的？我说狗狗，笨蛋哟，包不是西噻？嗯，快，打完了，打了一百千。
下一点。哎，终于完成了。来，好累啊，这手都痛了。今天这个把这个拿去洗快递，洗给那个朋友去吃。今年的剩子不多。燕子说了，剩子剩子也没得啥子，没得啥子的，就挖也挖不到啊。得点点跟那些拿就去了呀。他们对我们太好了，哎呀，我们没得啥子感谢的呀。就是。小个的还是好吃，出发。今天寄洗快递，我妈妈她过来可能不适应，然后说昨天晚上就一直说肚子痛，派她去看一下。这个路堵车了又，哎呀很麻烦，经常修路都堵车。你看雾沉沉的，这边不得了。山水你看，洒下来好大呀，好大的山水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刚好我是可以收。那我说你要不要去陪你，我就去。这么多有十年的，我一起活还不是行吗？国家鲤鱼。啊。OK。
然后钢片儿。我是李玉。啊，李玉，一号要不嘛，一号要一块十块钱。今天没有抓到大的，啊，那个猪儿鱼，要吃大的瓜，一起嘛，一起啊，今天要把那个那个，昨天我到二了，啊，你猪儿鱼啊，我不一去是，我拿了一百的，你呀，我搞表彩，我搞钱我表彩，我搞那个嘛，存款的，是不是？